先瞄准左边，不要这样，停停。你看他自己天降全体啊，我也没办法。哦，干，他就这样死去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这边，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。天降，哎，哎，过了过了。我想说，每次要打他的时候就不天降。哎，就，你看关羽队，哇，怎么痛？怎么那么痛啊？来啊，我们这边先把木屋打开。其实都可以开了啦。我屋水屋先不要开，因为我们要回血。这边应该直接打开就死了哦。水雾先不要开，先回个血。这个比较麻烦哦，所以我这边开这个。好，这边全部给它开下去，然后碾到底，全部开下去，碾到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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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关羽三屋，关羽三屋九四狂。哎，这是关羽四屋了，算关羽四屋了 ，sorry。干，完全是个意外啊！这是木不能消，是不是？完全没有天降，但是四屋的威能就是这么猛。等一下，手滑，真的手滑，但是似乎就是狂。我真的手滑，你们要相信我。这边我们就尽力把这个消掉就好了。然后他就死掉了。好，我们来到王冠哦，这边我们8000万，免惊免惊，木珠超多。好，一个全消，然后再加上龙科。天气冷啊，有点冷啊，切不起来，算了。好啦，这样就过了。这是三属成就，三属成就。那我们现在来打贝利尔，神魔里尤伯。